2017年10月17号，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四川。正前方所看的就是所谓的叫红石，是一种原生的菌类的部分。那它本身的生长环境必须在高海拔，也就是2000公尺以上。我们现在来到整个木格措国家风景区，也叫做康定情歌。现在所看到的红石，这里面呢，你看都是，而且呢，海拔有3600。注意脚下安全哦，这红石。然后你看一下这次来的美女，哇，很棒。好，360度大家都看过了哈。好，幸福四川小编 Steven 现场为你报道，下午4点，拜拜。